打造健康的生活方式一点也不难。其实你可在自己的邻里轻松保健，集体运动一起出出汗，学习不同的运动，包括一些坐着就能做的动作，强化关节和肌肉，改善心脏健康和血液循环，并保持身心健康。进行不同的锻炼对身体是重要的，这些锻炼让我们更强壮，平衡感更好，而且减低跌倒的风险。参与乐趣无穷的健康生活工作坊，学习保持健康生活的贴士，或参加烹饪班，学习用较健康的方法来烹调你喜爱的菜肴。嗯，好吃。和家人或邻居结伴参加，还能结交新朋友。检查身体功能，身体功能检查会检查你的眼睛、耳朵和口腔，确保它们都健康，及早发现状况就可以及早接受适当治疗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晰，还可品尝更多你爱吃的美食。很简单吧？集体运动班、健康生活工作坊、身体功能检查，就在你的邻里。马上了解更多详情，掌控自己的健康，保持活跃，保持健康。